又吃饭了。给你吃。看我爸给他弄的食儿，亲手包的瓜子仁儿。你看什么看？你又出不来。我们家开开心心带了好多衣服，还买了假发，我还买了去延吉的机票，我还买了滑雪票，最后只能在家看科教频道。哇，你把它扔海里呗，太小了呗。哎呦，上去就蒸啊！四块钱的啊，我回去吃点别的吧。我刚才光拍忘了说了，我爸刚才接的那句话。你有多么认识？妈，你是拿盆给我拌菜的吗？那当然了，这么大的盆。妈，你怎么还不换那个衣服？也出不去，换衣服给谁看呢？给我。我妈是知道我爱吃羊排啊，逮着机会就让我吃羊排，非让我吃够了不可。哇，爸，别再给我买丸子了，吃够了。哦，不买了，再不买了。我这个角度真的是好烫呀、我又烫回来了，因为我爸还要炸虾仁儿，我觉得炸虾仁儿可能需要很久。刚刚在粉丝群聊了天儿，曝光了我爸的一些近期的一些行为，还有他年轻时候的一些行为。好，来了，这么快？哇，妈，这是小肘子吧？猪蹄儿，看你的苦菊，一看就好苦。这边苦好吃呢。这个忘掐醋了。小哥点数了，这里尝一尝。啊，好吃！我跟你说，我妈这么多年真的没吃过她做的那么好吃的猪蹄。明天吃行吗，儿子？不行，我工作不想吃了，不想吃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这个苦菊好吃。嗯，三分钟就熬好。好吃。海狗、海象、海狮，那什么玩意儿？美人鱼、海牛，海牛哪美啊？对吧？感觉他们不吃鱼都对不起他那个长相。我总觉得今天头发三原色没有上次的好看。明天卷饼，皮蛋瘦肉粥，这是我今天的早餐。妈，我头一回拍视频，今天就两个菜，千万不要以为菜少了。这个笨鸡蛋，我妈才炒了有20个，这个土豆得用了七八个吧，两盘，那边是一大锅皮蛋瘦肉粥，还有我妈烙的一锅饼，十个多的话，那一个饼可以分两张，我妈烙的是可以撕开的。我妈烙的饼真是跟我学的，她做面食不行，是吧妈？我怕说出来都你笑什么？我本来就怕说出来没有人信，你还嘿嘿。这是我能说啥？你就说是呀、那我不会面的。我不吃鱼，就是我爸从小吃鱼都给我包的一块一块的，给我弄成一个小山丘，然后让我一口吃掉。小时候也傻，他让我一口吃，我就一口吃，然后就吃伤了，他再也不想吃鱼了。那他都不长记性。妈，今天初几了？今天是大年初九，我爸出去了。我们家可没有天天出门，只是每天需要买菜的时候出去买一买，但是也不会一下买很多，因为小区门口就有卖菜的。这是我的鸡蛋羹，刚才我爸先给我做的。吃完了我要去洗澡了。不行，我非要把这一段记录下来，不能太难受了。看了刚刚刷视频的时候，看了一个9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在病房里互相告别的那种。我灯光亮呀。啊！太难受了，玩游戏玩的好好的，我刷什么视频呢？我要起来了，希望新的一年，国家会越来越好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其实啊，偷偷跟你们说，这两天天天说跟我爸妈说想吃素，今天说想吃素，明天说想吃素，我只是觉得。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他们肯定大鱼大肉的给我做，但是他们吃不惯，本来年纪大了肠胃就不好，要是天天给我那么做，他们跟着那么吃，肯定对身体不好，所以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跟着他们一起吃点素的挺好。不能想了，不能想，不要起床了，饭桌见。我起来了，
这不六个菜吗？又六个菜吗？必须的呀。干煸豆角，我点了蒜苔，一年没吃蒜苔了。我爸炒蒜苔超好吃。这是蘑菇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好多肉。黑肠，我爸做的芙蓉蒸蛋也不知道是啥。豆腐签子，就是干豆腐里面卷我妈亲手做的肉馅，然后蒸。爸，你豆角过油了。嗯，好吃。好吃不好吃？特别好吃。出了我啊！真的好吃，骗你是狗。那你是狗子呀？哎，儿子，嗯，爸给你拿了两可乐是吧？嗯，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嗯，真不好喝。慢点吃儿子啊！老叔，你这两天没给我冲咖啡？嗯，明天从明天早上开始说啊。不好意思，饭没了。我们家库存的米被我吃完了，爸，主要是你炒豆角太下饭了。一盆面加上我的料，家里不是没有米了吗？然后我收藏了好久一个拌面条的一个帖子，我刚好刚才给我妈看，我说我想吃这个，我妈就给我做了，就是那个香辣的麻酱拌面，蛮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